加油，拿下两把，真的！加油加油，拿下两把一千一，拿下两把一千一，光荣下播。灾难时钟慢我一步。可能这把冰女会好点，可以保硬核的。那我真的不想玩冰女，我刚这把打的不想玩冰女了，兄弟们。无忧。哎呀，这把又有什么分别？你知道目标，坚持。根本参不透这些符文。他们下路两个是没有那啥的。那龙族眼前世界的路，老远难忘。松子吗？你输了。我操，兄弟！我的。他们想看我的卷轴，那就是他们的临终。我寻获的每一枚符文，都是我们多活了一日的证据。没散了，先照看这个世界。哎呦，我没撒剑了。卷轴要烧了，莫非这是什么与你何干？这就是你激怒老法师的下场。我操，这就是你激怒老法师的下场。幸福，因为你拥有大片的时光。我记得自己也曾经是青蛙的原
我觉得我刚大招好像能跑，兄弟们，他们伤害杀我没这么快。我现在大龙是也要做的，因为是拖大龙的，我就要掉。合起来。你知道我最想念什么吗？休息。这谁敢上去吃醋啊？就连我自己也不能。他们的意志根本承受不了我眼中的所有。三个 TP， 我操！兄弟们，乌文在召唤。参不透符文，讨厌。过往的历史，我应该被打了。别怕，我操，放心了吧。他硬来了，别怕，兄弟。那就等着他，他会翻墙过来。哎！我操，格温没死啊！刚，我以为队友打赢了都。没时间闲聊。讨厌，又有了一位新客。要快，我要起身。王者登场。MVP， 兄弟们，你们知道 MVP 会是谁吗？我也不知道会是谁，兄弟们。我操，可以，开印 MVP， 名副其实啊。